思常常是我为你想，但其实从头到尾只有想自己，于是浑然不觉日是无限重复上演得不到爱的情节。最可怕的催眠是对自己的欺骗，真诚的说出口依旧是谎言。依赖谁？没有什么事物能让你凭借，没有什么事物能让你凭借得到想要的感觉，没有什么事物能让你凭借强壮你自己去冒险。关心的情绪太多，在比较的世界你忘了怎么学会在爱里受伤，总比在恨里轮回逃避疼痛的感觉。